今天张大夫啊起了一个大早，是为了参加一个关于心梗病人救治的会议。走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。每年的11月20号啊，是咱们国家的心梗日。为什么定在11月20号呢？主要原因啊，是因为取两个120的意思。第一个120呢，就是说发现了疑似心梗病人，咱要第一时间打120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一定要珍惜心梗病人发病的第一个120分钟，因为啊，这个及时的抢救，时间是很重要的，时间就是心机，就是生命。其实啊，咱们国家现在救治心梗病人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呢，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，党和政府的领导。除此之外啊，还有一些人为这件事儿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其中呢，有一个知名的教授，叫做霍勇，霍元甲的霍，勇敢的勇。霍勇教授呢，是咱们国家心梗病人啊，这个能够得到有效救治，啊，现在甚至在一个县级医院啊，市级医院都能够及时的做这个进行抢救、进行手术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、推动的人物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就来参加这个会议上呢，霍勇教授也会在，咱们一起啊去看一看这个关于心梗救治的会议。马上到了，大家跟我进去。心梗得了心梗怎么做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科普先锋。那么因为疫情原因呢，今天只有部分代表荣幸的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我们是爸爸，好多马上去。住院号00，用过完全闭塞，立即急诊关门进入治疗。
快，要快。从120到手术结束，只花了30分钟，我更是第一次见。因为救得快，手术后我家老陈的症状立刻就消失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太感谢你们了！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家老陈可能就没命了。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好结果。急性心肌梗死是因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，是现在死亡率最高的疾病，常表现持续胸痛、胸闷，甚至心脏骤停。遇到急性心梗，要马上拨打120，尽快送到具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开通血管。平时要健康饮食，多运动，戒烟戒酒，少熬夜，降压降糖，调血脂，才能远离心梗危险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还有手术，先走了。胡医生，患者女性，75岁，急性前臂心肌梗死，患者在赶来的路上。启动绿色通道，立即准备手术。是。你保持联系，做好沟通。患者持续呼吸，既要止血，又要抗栓。以密集监测各项指标。230病变，前降脂肪肝完全闭塞，立即开通全降脂。是。血流通了。胡医生，病房收治的那位30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，他不同意做手术，准备离院了。离院？是啊，他说自己还年轻，不可能的心梗，不相信我们的诊断结果。不能让他走，快追回来。患者听我们说，心肺不显示你一根血管完全被堵住了，如果不及时手术，将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每晚一分钟休息，就会多一分危险。尽快开通血管是救你的唯一选择。既然你来到我们医院，我们就要对你的生命负责。相信我们，我们是医生。不好了，患者四肢抽搐，意识丧失。是实战，立即出战，马上送到手术室，加速度，快！医生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放心，我们会竭尽全力救治的。但是你爱人病情非常危急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就算是植物人，我也要。准备手术，老师通过，手段不断，拿下，植入支架，血流恢复，安全了。患者60岁，女性，凌晨感觉胸闷，上午9点半突发剧烈胸痛，不省人事。经过抢救，5分钟后恢复心跳。当地医生把检查结果发送到了群里。立即手术。48岁，男性，急性心肌梗死。立即手术。患者20岁，男性，急性心梗急到位。立即手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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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术顺利结束，我们成功了。你们太棒了，一天之内完成了12台急诊手术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是啊，已经创造了我们中心一天急诊手术的历史记录了。哎，老胡，老胡，我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抢救区一名大面积心肌梗死患者，病情十分严重，请马上做好手术准备。我现在的状态，继续做手术，怕病人不安全。马上向主任报告，请求支援。老胡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在休假吗？听说胸痛中心忙不开，我过来帮忙。我也过来帮忙了。胡医生，我们也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们一起完成2018年除夕的13台手术。好。女儿，妈妈手术做完了。特别顺利，你的同事把我照顾得很好，不用惦记我。老公，你当爸爸了，我们的儿子找到胜利。我跟儿子说，他的爸爸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爸爸，但是他的爸爸是一个称职的医生。儿子，红烧肉已经热了3遍了，
通过霸绝的，我们团圆了。儿子，你好好工作，红烧肉会一直为你热下去。我是患者 AAA 代号000，我现在痊愈了，谢谢你们 AAA，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名字。在这条救西的高速路上，我们是和死神争分夺秒的奔跑者，为了让生命跑赢时间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，我们愿意竭尽全力。新的一天，我们将继续与死神争分夺秒，全力奔跑，与死神争分夺秒，全力奔跑。